妈咪，你这次骗我回来耽误了很多时间。做不做事不重要，重要的和琪琪谈恋爱。还有啊，护照什么的，你就别找了，我给藏起来了。等等，那你首先得给我吧。过完圣诞节就给你。耶，金阳哥哥，那这样你又可以陪我了。妈咪，走，先回屋子里。死变态。说好两天回来，都一。喂，关秘书，麻烦你帮我转告秦总，一个月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准备搬出去了。不用了。哎，明哥，你其实不用特意接我下班的。我今天其实不是来接你下班的，我喜欢你啊，我升职了，我有能力给你幸福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对不起，白明哥，我不能答应。金阳，知道了，还没有对那个小刺猬死心啊？不是死不死心的问题，是我们的合同才走了四分之一，剩下的我要他还回来。最近童天爱和叫肖白明的男人走得很近，收购童天爱的公司一周之内完成。喂，给童天爱转正。童天爱，你看一下吧。劳务合同，经理，才一个月就给我转正了，快签吧。每个月15000。听说了吗？咱们民宿啊被收购了。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啊，经理，崴了个脚。哎，秦总吩咐了，他说你受伤了，可以带薪休假。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辞职不干了。哎，别辞职啊！哎呀，你受伤崴了。秦锦阳，天爱，你不能辞职。哎，如果你辞职的话，会赔付违约金。还会影响你和工作，你好考虑清楚了。我自己去跟他说。好久不见，
你找我？秦总，能不能同意一下我的辞职请求？不能。现在签了合同，就照着合同走。好，那你能不能别给我特殊待遇啊？我受不起。可以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还疼吗？疼，别碰我。北明哥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很好，我又升职了。恭喜啊！那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？你知道的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怎么办呢？听说了没？佟天爱的背景很强大。秦总的钱不怎么办？不要了。季阳，人家不开心。你不是要买包吗？是要关一买，别烦我。秦总，佟天爱和白明在餐厅。把位置发给我。哎，天爱，嗯，那不是你表哥吗？嗯，他可能在等人吧。